今年是二二八事件七十五周年，有几下个民间团体为滴喊二二八日、二二八当日，用游行的方式来纪念。今日也到特别为发通来准备，为大家记得二二八事件为台湾带来的伤痛，对历史事件当中记得高思继续行贡献。永华，阿卡波中多年。本土增十高土由落单机模位，一层岩作成负山打擦脚，龙上好多时冷飕飕的春天，比天数年陌生的异乡，再过九百年，二二八事件对台湾造成的伤痛。咱怎讲？二二八，咱从台了后，其实咱台湾人无法度替家己讲话，嘛无法度去追究咱的真相，咱无法度讲话，所以咱用手语，用无声。来表演一个，来读一个诗，予咱做回来，做回来去回去看迄个时阵的画面。行业礼拜就是二二八日，加减民间团体不太经验，用游行的方式来纪念二二八事件。打造本身都事件发生的素材，天马行空，又被反面言论自由自家颠覆受的苍蝇用，让某些创作们代表演化。沙丁在韩国同二二八事件有关的地点，专卖区台北分局、台湾丰松区、韩国杭州县。公开讨论二二八屠杀事件。其实这次开始讨真相、请详述。该提二二八事件当中，下个族群强弱未受到的伤害。就像我记得之前有做一个拍摄恐怖的影片，其实喊你们参与青岛的部分，但是我们都没声音可以讲出来。故说我认为，一般用喊你来下宣宣言，是一个很好的。开始，然后可以表达来向人，特别二二八事件里头的主题性。二二八事件到今已经发生七十五年内，民间团体的诉求本本同方言差不多，主要还是希望寻找历史的真相。不同经验没法提出在后来运用的确实做到尊严争议，实体比前相争也得做法。好的新闻，冯建超、涂子定台北报道。